第二位观众大家好，这一次你看到的是 TS-X53U 系列机架式 NAS， 它支援了4颗、8颗或甚至12颗的硬碟的容量。那另外它搭载 Intel 4核心 2.0GHz CPU， 以及支援最大 8GB 的记忆体，其4个网络孔，让你在企业里面更能灵活的运用其网络的环境。那另外呢，它也支援了扩充装置 UX800U 8倍的，或是 US10URP。 让你可以随时扩充其NAS的容量空间。